后车来车往，一名机车骑士停在巷口，看准车少，抓准时机起步，竟然直接逆向冲往对向，当场与迎面而来的公车对撞，骑士重摔倒地不起。公车保险杆脱落，前挡风玻璃被撞破一个洞，裂成蜘蛛网状，机车车壳零件喷飞，散落一地。骑士当场没有呼吸心跳，经急送医抢救，仍宣告不治。车祸现场就已经是死亡状况，所以一路从救护车那边急救到我们医院，接续做急救的处理。案件我们又听到崩解啊，那个人开很快，别人看到他逆向哈啊哈，他就要闪，可是还是闪没过，他是。就直接飘这样子，可能逆向撞到公车这样子而已。对向从逆向过去很多啦，看着不方便吧。公车与机车肇事，这一回事故现场就在台中乌日中山路三段。17号下午2:50，中路客运直行与从巷口窜出的52岁机车骑士对撞。双方行经事故地点时发生碰撞而肇事，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。详细肇事原因由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被逆向撞到当然是无辜了，但是毕竟总是人命嘛，依法办理啊，是我们责任，我们当然要负责啊。出事的中路客运与不久前发生事故的巨业公车隶属同一家集团，不到一个月内发生2起死亡车祸事故，业者表示厘清事情经过也会负起责任。三新闻专评谢云珍 SN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